2 kilometers on the wet ground. There are a huge network of tunnels underneath. It looks like a spider web. Those hostages, 5 of them, she among them, were taken into a separate room. My mom is saying that they were very friendly towards them and that they took care of them, that they were given the medicine. My mom is speaking about the time there. She's telling us about sharing food with the people. When she first arrived, they told them that they are Muslims,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hurt them. And that they ate the same food that the Hamas was eating. 用水淹地道是很古老的战法，在中国已经表演过很多次了。对，啊，水淹七军了，水淹什么城了，这个睢阳城了，都凡是靠近河边的都有可能。所以他讲的这个点子啊，要有一个前提，有河吗？你不能用抽水机去灌呢。是啊，他用水淹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地道跟蜘蛛网一样，互相联络，互相通。那这个冰呢，哈马斯是在里面游动的，那只有把水灌进去呢，灌一段你这一段就不能用了，你听懂的意思吗？现在有所谓测地雷达，测地雷达就可以看到下面是不是有地道。假定你把河水能引到附近灌下去，哈马斯就不能用了嘛，不能用了，就说我把你这个蜘蛛网的地道一段一段一段给你灌水，那你的活动就联络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水攻哈，这好像是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做法。现在不是有什么燃烧弹、窒息弹需要？因为燃烧弹、窒息弹，你只能在一个点，它这个燃烧的烟雾跟这个东西不能烧很远。但水是不要钱的啊，所以你可以不限制的、无限制的往下灌了。哈马斯的地道它并没有很好的排水措施，除非你在下面有这个新疆一样的叫地下河。暗流它可以把它疏导出去，如果疏导不出去，这个水淹满了这一段就不能用了。第二个，美国现在给它一个叫 GBU 的精灵炸弹，这个炸弹是可以垂直往下炸几十公尺的，它把譬如说把这个水灌满了这一段这一段，把老鼠一样逼得你在这一段的时候，一个炸弹下去就炸死，它一步一步来收拾。这个问题关键是水源，对，你要开一条运河，你要先摸出来它大概地道在哪些地方，你知道吧？你最简单的办法，中国人也可以教你，用洛阳铲也可以铲出来，是啊，对不对？因为你打这个孔吧，你水你的地道也不过是几公尺深嘛，最深的才30公尺嘛。然后我们那个考古队挖那个什么黄陵，一挖也是几十公尺，所以逼急了人就会很多办法。以色列为什么嘴巴讲了那么多天了，迟迟没有进去动手呢？就是因为地道战不好打，你并没有完全掌握到地道分布的状况，你也没有掌握到河流能不能，它只是一个想法。如果说你今天看以色列在开凿运河把海水引进来，那也许有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问题啊，只是古老战法中间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对地道是有用的。中国人以前被围城的时候，敌人也是挖地道挖到城墙下面，那中国人都聪明，拿了个缸啊，反过来扣在地上，有兵在那里听，你挖进来了，他也挖条横的，柴火丢下去，水灌下去。所以地道水淹火攻都是打地道战的一个手法。问题就是说，你要有情报掌握得到，对，第二个要有东西，你不能挖地下水去灌那个没有用的。我刚刚听了那位被释放的人质那位妇女啊，我觉得她最重要一个讯息就是说，其他的人质也都关在地道里，也都是在里面，也都在。现在有200多个人质，所以如果是要用水淹的话，就是说以色列他也不管这些人质了。那他在隧道里，他知道地道，他知道他的人质在哪吗？那就是全部杀光啊。
那往里面反正你就带载水来嘛，水车嘛，就往里灌嘛。嗯，其实是对地道的话很多打法，你可以用水淹，嗯，你可以用火攻啊。哦，用火攻。对，你还可以烟熏啊，嗯，对不对？甚至你还可以用毒气啊。但他们如果可以在里面生活那么多年的话，也就是说哈马斯的组织，他们这些某一些比较精英的分子，他们在里面躲了很久，因为策划两年的时间，所以想当然他们应该里面的通风系统啊什么，应该这些都应该做的是还不错的。我想他应该都有设想到这些问题了。不过你如果真的要对这些坑道的话，那以前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像这个日本兵队很多都躲在山洞里面，嗯，那美国就发明火焰气啊，火焰气一打进去的话，它会把里面的空气都吸干。哎，你没有被那个烧死，你也被闷死了，你没有空氧气，它全部都吸干了。嗯，那可能你一个系统，你可能做一个坑道系统，你彼此不通的，那你也不必要完全通的。可你这个系统可能一下人就可以都可以杀光。因为可是现在我觉得哈马斯他为了早抓了200多个人质，嗯，我想他也借着这一次这个释放的人质向外界说，现在的人质都在坑道里面，嗯，那看你们要怎么下手。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也是对以色列将来进攻哈这个加沙走廊哈进军这个地面部队进去啊，嗯，然后要摧毁啊坑道里面的哈马斯，又增加了一个难度。嗯，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